哎呦，今天这间呢、啊、真的是倒工了。劳伦斯就找到一间神盆给大家。这间做么这样倒工？因为它是 freehold 的，然后又是在马六甲的市中心的中心华人区。大家都知道，在马六甲 freehold 啊，只有大概30%罢了。然后这间就是那30%里面的其中1%，所以这间你可以买到，你真的是很幸运了。这区甘榜拉班98%是华人，然后它靠近学校、国际学校、银行、巴萨啊、富国啊，全部都有，还有 shopping， 真的是很方便的地点。然后这间单层是你们一直在找的单层，然后它的装修还是有空地的，这间它的装修真的给我感觉很休闲，很适合小家庭，因为你在这边可以走走跑跑，然后外面它绿化，然后它搭配了这个砖，真的是很舒服的感觉。旁边这边有空地，可以给你的小孩子这边跑跑玩耍，还是放一个游泳池都可以的。OK， 来到这边，或者是你有养宠物的吗？在这边遛狗也可以。这边这个一个小箱，应该是给你玩抓迷藏的啊。So OK， 来到这边呢、啊，这个屋子的好处是你买屋子，它有送空地。说、这个空地呢是他们另外做起来的，现在你叫人家这样子做最少1000到10000。 OK， 说、这边你可以做，看你要晒衣或者是你要做一个灶头，在这边炒三八啊、炸虾啊、炸鸡啊都可以啊。因为啊在这区啊甘榜拉班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真的少之又少，人要卖。现在啊我很难得才找到一间，唯一一间啊，所以你们要就要快。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外面的马路都是很宽的，然后你停2辆车在外面啊，2辆车在外面，这边，然后那边交通不会堵塞。 OK， 说进到来这边它的大门口，它大门口采用的是这个收利屋的门，可是它还没有干，所以我不敢去动它。说这边就是你的客厅，客厅它做了氛围灯，然后石膏全部做好了， aircon wiring piping 全部做好给你了。说这边适合你刚刚好不大不小的小家庭。然后来到这边就是你的头房，说、头房 aircon 的 wiring piping 做了一样，有氛围灯，然后整间都是做地板的，它这间的颜色搭配真的是很舒服。所以来到这边，这边是你的小二、小三、小三的房间。小三的房间说它这边它也是很大，不会小，可以给你放床、放梳妆台、放衣橱，都还是足够的位置哦，一样有氛围灯哦。然后来到这边，好了没有？OK， 来到这边，这个是你的小四的房间。小四的房间呢，一样，你可以放床、放梳妆台、放衣橱，还是给他做功课都没有问题。然后这边一样有窗口，那个第二间房每一间房都有窗口，所以它的采光够好，很通风。然后来到这边，哇，它的厨房这边全部是它 extend 出来的，它的厨房很大，你可以放2-3桌打麻将了，没有问题啊。好 ，OK。厕所在这边，厕所壁砖上到满了，色高一样有咯。然后洗手盆新的了，砖全部新的。然后这个是给你这样子做出人音的啦。支付宝到账。这间真的很适合小家庭的你，然后这间真的是很抢手，很抢手，抢到抢不到就看你现在的表现了啦。